是否总是因为工作忙碌无法陪伴家人，想认识新朋友却苦无门路呢？走吧，跟着我一起参加报系野餐趴。时间2019年6月22号下午4点起，地点台中市民广场。参加资格报系中小家庭、情侣、朋友或没朋友的人皆可参加。当天请准备野餐垫、食物、饮料、饼干、防晒用品、防蚊衣等等。参与的人请带一份小礼物。我们将在活动进行期间举办抽奖交换礼物活动。活动注意事项：垃圾不落地，自己制造的垃圾要自行带走哟。6月22号下午4点报系野餐趴，我们台中市民广场见喽。